脚套的破坏性试验，两个脚套，一个是常规的，一个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的。然后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，什么情况？好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然后这个已经碎掉了，这个是常规的脚套，这边这个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的脚套，还是完好无损的，这个就已经裂开了，已经裂开了这里。